大家好，我是 TVB 的丁子朗，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最近的新冠肺炎的发展状况。如果想出力的话，记得捐钱捐物资给最前线的人员，将你的关怀和关爱化为力量，将我们的祝福由远方送到前线。只要我们齐心合力的话，这一役我们一定会赢的。